好啊，上 OK。嗨，我是丁文林，我用了 S 的顶耐已经三个多月。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的脚痛，不能够走路，我就买锦龙的，锦龙介绍的 S 的顶耐来用。我用了第二个星期哦，我就可以走了。嗯，你是怎样懂呢？怎样懂 SD9？ 我是在那个 Facebook 的视频看到景龙，可是我还是在考虑，最后我还是决定用咯。哦，试一试啦。嗯，现在用了怎样？你觉得？觉得很好咯，可以走路了咯，可是还没有好玩咯，还要继续用咯。嗯，可以了，谢谢哦。可以了。嗯。